这大年月得了，大家路也都是一样的了。年月。没有带食物啊。真是没带食物。你这是哪买的小朋友？那里。哦。也吃一口。妈妈。这天鹅也抢这个吃啊？那吃鱼多好啊！ 这个一早就来到曼听公园和景福特玩，这个地方真值得大家来。这个40块钱花的非常值。啊，刚才逗那个鹦鹉和那个小鸟的那个门票30，那也挺好玩的，偶尔一次还可以。啊，现在是中午12点多了。 这个西双版纳、景洪这边，就比较适合出来玩的，就是上午，还有晚上了。过了中午，一直到太阳落山那段时间，太热了，实在受不了，回宾馆了。